小朋友们好，今天我们和汪汪队阿奇天天一起做一个小游戏，疯狂的小马驹。可爱的小马驹拉了一辆马车，里面有稻草还有木桶，我们根据骰子上面的提示轮流往马车里面加减木桶或者稻草，马车翻了就输了。一起来玩好玩的游戏咯，数一数各有多少个木桶和稻草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，共有十二个道具。再跟小朋友们介绍一下骰子，减一代表要减掉一个道具，一代表要加上一个道具，减二减掉两个，二加上两个。 SKIP 代表跳过不用放道具， AAY 代表可以任意加减道具。组装一下可爱的小马驹，他的腿固定在草坪上面，车车呢也放好，放平了。好，游戏开始喽，先从阿奇开始，掷骰子，加一个。哦，马车不要翻哦，小马驹要乖乖的哦。天天加一个。阿奇跳过，天天减两个，马车里面的道具全部减下来咯，马车空空的咯，天天任意加减，加上去，一二三四五二，马车翻喽，天天输了。第二轮游戏开始啦，安装好玩具，还是阿奇掷骰子减两个，马车里面没有道具怎么办呢？就跳过喽，不用减了，天天加一个。阿奇加一个，哇，好紧张哦，天天加一个，阿奇任意加减，加上去，一二三，哇，又翻了，吓了我一跳啊。第二局阿奇输啦，把马车里面的货物卸下来，第三局开始了。阿奇掷骰子，任意加道具，一二三四五个，天天跳过，阿奇跳过，天天加两个，一二，哦，好危险啊，阿奇减两个，
轻一点，轻一点。哇哦，成功喽！好棒，天天捡一个，很棒哦。阿奇捡两个，哦，好可怕啊！天天跳过，阿奇加一个。天天捡两个，阿奇加一个，天天加一个，阿奇跳过，天天跳过，阿奇捡两个。天跳过，阿奇捡两个，看来只能捡一个啦。天天加两个，阿奇任意加减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成功喽！天天捡一个，阿奇捡两个，天天加一个，阿奇加一个，天天。跳过，阿奇跳过，天天跳过，阿奇跳过，哇，怎么都是跳过，天天加一个，阿奇跳过，天天减一个，阿奇跳过，天天跳过，阿奇加一个，天天加一个，哇，翻了，天天又输了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游戏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阿奇赢了，阿奇只输了一次，天天输了两次。这期的节目就到这儿哦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